广播的声音了。听到广播的声音哈。嗯。广播的声音说啊，待会9:21会有一台火车过来哟。对呀、啊。小心哦，从那边哦，从那边会过来，待会就看到了，好不好？从那边。对，从那边过来哦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受伤了。你手手为什么受伤了？对呀、啊，我被车子撞到我的手手。啊，被玩具车撞到的、哦。哎呦，爸爸回去帮你贴药药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看一下来了，哇！有没有看到亮亮的东西？那个就是火车，它快来了哦！快来了，快来了哦！刚刚广播有说了哦，9:21就来了哦。有没有看到了？你看那里亮亮的那个过来的就是火车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当当当当，就是那个。对啊。哎呦，你怎么咳嗽了？我只是哈酒而已。你没有咳嗽哈。嗯。你看这个是什么颜色的火车？这是火车。你看那个小朋友说来了耶，火车要来了哦。你看这个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还是灰色的？蓝色的，对不对？哇，火车来了，火车嘟嘟嘟来了。哇，你看这个是彩绘火车，哎，上面有图案哎。哇，摇火车。对啊。弟弟Hello， 你也想坐、哦？他还没走过来那边。嗯。要打开我。对啊。好，你跟火车拜拜吧，他要走了。拜拜。火车要走了哦。好。他亮亮亮亮完之后，大家都上车，他就走了。我还没上车。对啊，你还没上车哦。你还没上车哦。好想坐哦。